空中中出现一名气骨非凡、仪式法力、魔法比例超红的准乔真本，后方更有一名强棒一口宝剑的弩者，两人向半诛星直行之来。在救红山的强烈意念之下，半诛星魔矿散发杀气，全部杀体也开始蠕动。上方极力聚集十步之内，上方在推进三步，旁将弩者手一动，剑芒突出指挥。此时上方只剩三步距离，终于有人可以靠拢。弩者小气剑，是主动。全身失气，万夫失心，丢可怒的必要。英雄宿命好，天界无剑定。